妈过世十几年，快二十年了。其实吃到这些慢慢会，就好突然想到妈妈。其实我现在是开心的，虽然妈妈走了，但是能让我回想到妈妈，让我真的觉得让我，这谢谢汉人的安排。你讲讲看。哎，阿宝，哇，好漂亮的女儿。杜宝，杜宝是。二宝，哎呦，二宝那么大了。二宝，你还没？喂，跟他讲你没东西吃。干拌面，好吃。哎，你们混在一起，你们四个人也太可爱了吧？怎么样，想不到吧？我们今天很厉害哎。高空弹跳什么都来，没有在怕的啦。空弹跳，对。今天美秀姐超棒的。怎样？她漏尿对不对？她没有漏。我换那个复健科啊。她没有漏尿。哎，好刺激，好好玩。完全 OK 的。所以你掉下来哟，是不是？滑下来。完全突破了。有人拉吗？拉得住吗？可以。完全拉得住。最后拉不出来是冲出去。那个拉住他的人去撞山壁。对，就是一阵歌。哎，伟伟，我们吃的都是道地的东西耶。你看，这个是甘米亚哦，萝卜丝哎。咬一口给我看一下吗？哦，里面萝卜丝要给他看，里面是有馅料的，会干吸哦。哎呦，对，然后那个面也很厉害。天哪！哎，关于新妇啦，做人哦，都真正爱在道理啊。做人的新妇啊，一直吃，一直吃。吃安尼哈。我吃光光了，好吃。哎，你有来过花甲吗？他跟奶哥，拿跟奶哥一起。少年了，我是花甲。哦，就这么巧，我们四位都是少年，我们也没有。我们是同班同学。我们后来来才知道，摄影师是花甲。对啊，拍我们的全部都是花甲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摄影师他们都跑不动了，哎，我们还等他们呢，辛苦了，我们等呢，等待五分钟。刚还有人跟我讲说他要吃那个高血压药。我们怎么办？今天是我排的行程。对，今天是吃饭点，我真的给他的分数是。他们要来聊一聊，好好聊一聊。洪家，今天饭点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医生哥，今天我的，来，看到没有？因为我们是同班同学，我们够熟，他们才敢这样。交情不好就很假啊，真的很棒啊！你的行程 OK， 那干嘛呢？今天的几个餐点真的都做得很好，咸汤圆啦，还有这些米粉，这些都是其实小时候常常吃的。我妈现在其实过世有一段时间，我妈过世十几年，快二十年了。其实吃到这些慢慢会，就好突然想到妈妈。其实我现在是开心的，虽然妈妈走了，但是能让我回想到妈妈，让我真的觉得让我。这谢谢汉人的安排。